五个空隙，对吧？可以，丙丁两个做乘上提的，五取七，二是出来了，可以吗？再搭配甲乙可互换，可以，再搭配几阶，二阶八乘开就这样子了，可以？可以哦，所以说看到下面把它绑起来嘛，剩下五个个体，我一个圆柱而做，五阶随几，五个坐下去时前前后后产生几个空位，五个空位，可以丙丁两个做乘上提的，五取二，最后甲乙互换，二阶，OK，把它看一下。